有没有很好玩？嗨，美琪。嗨，石慧。叫阿姨啊。有没有叫阿姨？怎么没有叫人？好了，害羞。对啊，好，去那边玩啊。你们家小云今天这么早下课啊？对啊，而且我看啊，天气很好，就带她过来公园玩一玩。小心，小心头，真的是有的玩都疯了。哎呦，不用再看了啦，这里没有坏人，你不用担心。不是啊，最近电视上有很多那种诱骗儿童性侵的案件，弄得我都神经兮兮的，好不好？哦，是该要小心一点。不过还好我们家翔翔是男生，我比较不用担心。哇，拜托，美琪，你不知道吗？最近男生被性侵的比例在台湾啊，成长了好几倍。真的吗？你都没有看新闻哦，很恐怖哎。说有一个男生才15岁，还因此得到艾滋病。总之啊，男生也是要注意。可是，男生怎么会被性侵啊？就是被摸生殖器官啊。有些人的阴囊哦，都被摸到红肿不堪，还会被强迫口交啊、肛交。不要说，完全不是处女。不要说。哎。学生怎么回事啊？他干嘛那么激动啊？他是阿伟耶，你认识他吗？嗯，我在他们学校当生命教育的志工。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我去看看他好了。哎，好，我先把小孩带回家，你等一下再来接他。不好意思，真的是麻烦你。不会，不要这么说。好，谢谢。阿伟，不要害怕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淑慧老师，我有去过你们班上说故事哦。来，坐。刚刚我们的聊天，是不是让你想到什么？要不然你的反应怎么会这么激烈啊？还是你身边有谁被欺负了呢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你会相信我吗？我当然会相信你啊，而且我还可以帮助那个人哦。你们刚刚说的都真的？真的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男生。也会性侵男生？是啊，最近电视上是有很多男生性侵男生的新闻。是你身边的人受到伤害了吗？如果我早知道，我就不会去他那里了。好了，阿伟，你不要难过了，不用害怕，淑慧阿姨在这边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大家一定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啊！而且，你可以相信我哦。那一天，我阿妈一直念我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弱哎，拜托，你很弱哎，你今天知道谁是老大哦？哈，阿伟，你又在玩电动啊？休息一下吧，去看个书好不好？烦呢，我在跟你讲话，你有没有听到？你不要烦好不好？我才讲你两句，你就说我烦？我只希望你能够好好用功读书，整天只看到你这边打电动。哦，死了啦，都你害的啦。拜托，那天我只是因为受不了阿妈啰嗦，就冲出去，谁知道竟然他偷背嘞！我知道，之前跟他过二班那个啊，他每次都被我洗蛋机耶，人那么美。快点呐！看到，左边，好了没？上面，放了。
哎，左边左边。哦，你不会放哦？快点快点快点，我死了啦！快点放我过。哎，来救我！快点快点快点！来来来来了。哎，哦，我死了，我不要玩了。哎，干嘛啦？不要没有这样好不好？不想玩了啦。哎，你还有没有钱啊？肚子好饿。我没了啦，今天都花光了。我刚刚不是打电话跟你说多带一点吗？你跟我们自己不多带？哎，你不要没有这样好不好？好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回家了。不要，我要再玩一下。哎，冰，干嘛？我好饿哦，我们两个都没钱了。你要干嘛？没有钱，我们就只能回家。拜托，我才不要回家哎！我阿妈超凶的，去住你家？不行啊。为什么不行？哦，我自己都自身难保了。哪有？而且我爸揍我。真假？哎，不好意思。我刚听到你们两个说肚子饿，我这里刚有个面包，我还不饿，来，请你们吃。先吃先吃。哦，对了，我叫阿杰，我也常来这里玩，他们都叫我杰哥。杰哥，哎，先吃啊，先吃。哎，你们好，哎，我一个人住，我的房子还蛮大的，我欢迎你们来我家玩。那玩累了就直接睡觉，没问题的。你觉得？我觉得他怪怪的。哎，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啊，怪他。不要去了。哎，对，我常常帮助一些翘家的人。如果你们不要来的话，也没有关系。啊，如果要来的话，我等下可以带你们去超商买一些好吃的哦。我们也可以吃哎，要不要去啊？好了，不然去好了。去一下好了。好好。那杰哥，哎，那我跟我朋友今天就去住你家哦。啊，好啊，没问题啊。那走啊，我们现在就去超商买一些吃的。好啊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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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哎，去那边去那边。一个泡面。哎，小泡芙哎，都可以拿。谢杰哥。好多饮料。哎，有酒哎！你来看酒啊，先买饮料啊。哦，好，可以吗？杰哥，都可以拿。真的假的？对，随便拿，你们随便拿。可以吗？可以拿，都拿。谢谢杰哥。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来，再来。你看，你看这个冰冰啊，才喝几罐就醉了，真的太逊了。这个冰冰就是逊啊。嗯，听你那么说，你很勇哦。开玩笑，我超勇的好不好？我超会喝的啦。超会喝，很勇嘛，身材不错哦，蛮结实的啊。杰哥，你干嘛？都几岁了？还那么害羞，我看你完全是不懂啊。懂什么啊？你想懂，我房里有一些好康的。好康是新游戏哦？什么新游戏？比游戏还刺激，还可以教你登短廊。登短廊？嗯，对了，来啦，来看你就知道了，来啦。哎呀，杰哥酒，拿，来，过来，干嘛？哇，杰哥，你有好多 A 片哦。哎呀，那没什么，来来看这个好看的。杰哥，这是什么啊？哎呦。你脸红了，来让我看看。不要啦！让我看看。不要啦，杰哥，你干嘛？哎，让我看看你发育正不正常啊！杰哥，不要啦！听话，让我看看。不要。杰哥不要了。
杰哥，杰哥不要，杰哥，杰哥不要。这件事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，你最好不要给我告诉任何人。如果你要说出去，就给我小心一点。我知道你学校在哪里，也知道你读哪一班，你最好给我好好记住，懂吗？绝对不会让你接近我，如果早知道会这样痛苦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伤害我。你的接近早有预谋，你的伤害今生缘，谁能帮助我脱离这可怕的梦魇？谁能听我说？谁能保护我？这几天去哪里？你知道吗？你阿妈被学校约谈了。你不能再翘课啦。哦，什么哦？这几天都找不到你，电话也不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会相信我吗？为什么他要对我那样？我可以跟冰冰说我和杰哥的事情吗？没事了。什么没事？你整个人阴阳怪气的。冰冰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管我啊？哎，阿伟，好想你。再来我们家住一晚吧，记住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，不可以告诉任何人，否则，哼。苏阿姨，他就是这样一直骚扰我。阿伟，真难为你了，这阵子你一定过得很痛苦啊。那我刚刚说的。你相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啊，而且啊，我还处理过类似的情形。真的吗？嗯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好怕杰哥会到学校找我。不用担心，这种情形一定要求救，一定要说出来。如果你跟第一个大人说他没有办法帮助你，你就赶快再去找第二个大人。哦。那你家里还有谁啊？我阿嬷。阿嬷，那我先陪你回去找你阿嬷，然后我们再去报警。报警？为什么要报警啊？因为这已经是性侵的行为啦，最好去报警，要不然啊，他就会再伤害其他的人。然后要做好相关的验伤检查，最后要找老师来帮你做心理辅导。
所谓的性侵害就是妨害性自主，对于男生或女生以强暴、胁迫、恐吓、催眠术或其他违反其意愿的方法进行性交或猥亵，其中指的性交就是以性器进入他人的性器、肛门或口腔，或是以性器以外的其他身体部位或器物进入他人的性器、肛门或是肢结合的行为。